这是一台整机，然后这是前面买的操作面板，然后前面有机停、钥匙开关和指示灯，还有电压指示表，然后以及一个触摸显示屏。然后这边呢有连接的这个送丝的送丝线，是这个接头的啊，送丝线。然后这边这个呢是D 线啊，黄黑的 D 线 ，D 线从下面出来的是 D 线。然后这根呢是供电线，供电线呢采用 AC 380伏交流供电，然后三个绿色的是火线，一根蓝色的是相线，采用的是这个三相四线制。OK， 这边下面还有一个，这个是这个气嘴，气嘴用来接保护气体的，然后是需要接6毫米的气泵管。这边是整机的这个保护漏电保护器，对，是漏电保护器。这边是我们的送丝机，以及我们的送丝头的送丝的支架，对，以及送丝机的连线。好，这边开盖，这边是我们的这个激光焊接枪，是盘在里面的。